艾莎公主代表人物田馥甄，人物特点：外表清冷，内心火热，魔力非凡，有爱自己的好妹妹。原来最大的怀疑，总有最渺小的自己。天生具有魔力的艾莎公主，就好像 SHE 中的 Hebe 田馥甄。天生具有好嗓音的她，成为了团体中最会唱歌的一位，也是作为个人歌手单独发展最成功的一位。从2010年至今，共发行了3张个人专辑，好评如潮，还获得了包括音乐风云榜在内的多个音乐大奖。最佳女歌手 Hebe， Hebe 田馥甄，恭喜！我寂寞寂寞就。艾莎公主的清冷高贵和内心的热情似火，也与田馥甄的性格极为相似。虽然平时田馥甄总是一副文艺女青年的清冷气质，但是每每和自己的姐妹们聚在一起，就又恢复了耍宝的本质。而 Selina 和 Ella 也就像艾莎公主的妹妹安娜一样，守护在田馥甄的身边，让这位冰雪公主不论遇到多大困难，都能有好姐妹支撑着一起走下去。今天不舍